你要玩一会儿花，弟弟玩一会儿，他自己会吃到嘴里的。妈妈把兔子给弟弟，来，好，兔子给弟弟，溜，溜溜。啥？小抠门。嗯，打开。不打开，不打开，弟弟要这样抓着玩的。你现在喜欢吃，他现在不想吃，他睡觉的时候才吃，知不知道意思啊？知不知道，宝宝？先不动，看看弟弟在干什么。你观察一下，丽莎，丽莎，你看看弟弟要干什么？弟弟生气，弟弟在生气。你来抓丽莎，你弟弟要玩了，你放开放开，你有你的。